我来。有人。真人假人，真人假人。真人。干哈呀？你难道不想护着点吗？咱们一块儿。我的妈呀！哦，你看见没有？上面这个脸已经出来了。是是是。这是哪儿啊？有人看咱，哎，看不见。来，快来，看咱是不是得跟人一块儿？哦，要一块。要一块吗？要一块，他们就不瞪了，不要瞪。哎呦喂，怎么这么客气吗？哎呦喂！睡念众生。哇，那又撒我一点唾沫，什么意思？在三念殿中降下灵源，解除诅咒。咱要不要听听人说什么？愿我等不再受怪病折磨。广东话。粤语。来吧。三零色路睡念众生。黄你个头！广东话可还行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跪着吗？不是写的那么没有吗？不是，我们跪着他也生气，我们站着他也生气，他就说笑，不跪了，你有病吗？别跟人这么唱，管你们家姑娘吗？孩子，管这个女人，怕是不是？我祈求三灵色路睡念众生，在三灵殿中降下灵源，解除诅咒。愿我等不再受怪病折磨。好嘞，谢谢。那我们有请下一场嘉宾，谢谢大家辛苦啦。再搞一场。什么呀？是不是从这原地返回去了？对，看表演来了。
哎，咱们是不是要看他们写的？那就看看这牌。他说：“祈求山林息怒，解除魔咒。”主要都是在讲说这边有灾祸，对，有病痛。那不没抓你吗？你哋要祈福嘅话，写好，绑好。洗好挂上，洗好挂上。哎，你广东话可以的，可以啊。咩啊？他讲的不是广东话，你可以，唔系广东话。哎，等会儿你得洗好挂上。那我们也是希望山神息怒，能帮我们赶紧让我们走，演艺事业高升嘛。这把语音可以吗？山神还管这事儿是吗？把语音挂上去也行。来，那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希望山神息怒，他们这个怎么山神息怒，原谅他们，让他们安息。愿一切安好，同意你们所说的，哦，答应了。对，那我们的愿望就是，我们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的愿望成真，就是希望他们好，是吧？好，对，合理。好，那我们把手放在这儿吧，一块许愿吧。行行行，一块许啊，一块许。意思是大家都有责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一块许的，是希望他们一切安好，一切安好，一切安好，一切安好。是灾难快点过去，对，灾难过去，咱就别添了，太多了。好啊，好，少时同行。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的？这是就希望大家都就是一切安好，希望你们都好，希望你们都好。来给记，哎，记在这儿吗？记在这儿吧。那你记，你记，来你记吧。最中间。啊，安好，安好。啊，安好，安好。你干嘛做效果啦？我自个儿加戏。去山岭殿诚心祈求。OK。山岭什么？山岭殿。